火小一点。哦。哎，砂糖的比例刚好量过了吗？量过了啦。用力一点。用力一点。哎呦，你不要一直管我啦。我怎么能不管你啊？别忘了，你可是我甜点店的员工。万一你做的甜品不及格，不就砸了我们的招牌？继续，快点啊！用力一点。知道啦。香草纸加了吗？哈。去，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。这样子，用拇指的力量，这样比较有实力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林佳恩小姐。在期待什么？没有啊，打蛋嘛。你干嘛啊？继续啊！做事情都不认真。快点啊，真的要变蛋花汤了。